你别瞪眼呐，这又不能怪我。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手脚怎么那么慢呢？你要是早我一步，我不就站起来了吗？老板，拿我馄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别不爱听啊，反正我也不收钱，这故事可有意思了，我告诉你，我半辈子就指着这故事过了。说有个人呢憋着难受，想上厕所，可厕所排的人山人海，哎，就跟咱们这馄饨摊似的，好不容易快排到他了，结果怎么着？他憋不住了，他就跟前面的人说：“哎，你怎么了？你至于吗？不就碗馄饨吗？”哎呀，我是胃疼。 你早说嘛！来来来，坐你坐，来，哎呀，你坐，你坐吧，你就别客气了，坐坐坐。怎么样？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人说什么来着？老板，来碗馄饨。好嘞。他说呀，这世道像我这么厚道的人不多了。 你是外地人吗？算你猜对了，我第一次来江东。就算你是外地人，你不可能在城里头没看到三个牌坊吧？千秋忠义，一门忠烈，万古流芳，那是明朝万历年皇帝给我们杨家立的。我们杨家老祖宗杨杰仁当年跟着戚继光抗倭，五年时间，杨家一门四十七口男人全部战死沙场。皇帝当时啥都没留下，就留下三排人。你还别不信，我告诉你，别的地方聊的都是岳家将，在我们江东，那聊的是杨家将。 嘿嘿，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这还听不出来？这是我们杨家的荣耀啊！那都是你们祖上的事儿。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大哥，共产党莽山纵队的司令；我二哥，国军江东城防司令部司令。问的是你。啊？江东城防司令部前司令的侍卫长。<笑> 就是一个侍卫长嘛，你又没上过前线，我没上过前线。好，我都不跟你啰嗦，我没必要跟你啰嗦。行，认识一下吧，我是刚调来的情报参谋，我今天啊要去宪兵队报道。宪兵队？怎么了？你要咬我一口啊？不是，看着你的模样挺正义的。 你怎么能到宪兵队那么个乌七八糟的地方呢？你知不知道宪兵队是什么地方？宪兵队怎么你了？这宪兵队啊，都是一群狗东西，什么事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天天就琢磨折腾自己人。我都不愿意跟你啰嗦了。本来看着你挺清纯的，没想到你是个特务。你说什么？你说谁是特务？懒得搭理你。哎，你干嘛去啊？外面危险，等我找我再走啊。 我告诉你。
我宁愿被炸死，我也不跟狗头在一块儿。想让我受伤门都没有！来，哥几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兄弟，是一件事儿，我碰到宪兵队的一个女特务。杨哥，那就别瞎吹了，你。瞎吹！我杨天红什么时候瞎吹过？杨大嘴，哎，到，过来。好呢，直愣愣的跟你好似的。司令找你。不是，哥，你怎么当着兄弟面一点都面子不给我？快去吧，司令等着你。啊。哥几个，你忙你们的啊！我跟他吹牛，别当真啊！干活干活，自己出来说啊！干活干活干活。报告，进来。坐吧。罗大宝，到。不许任何人打扰啊！是。咋了？你跟丹勇是什么关系啊？我跟丹勇那是过命的兄弟，当年我们是血战沙场，我的命就是这小子从死人堆里给我捡回来的。司令，您叫我来不是为了听这出戏吗？听我，丹勇出事了。丹勇出事了？他倒卖军火，被上边查出来，判他死刑，今天就执行。他倒卖军火？不可能，我了解他，我跟他是过命的兄弟，你可听我把话说完。知道你跟他官民之交，可他犯的是倒卖军火罪呀、啊，是上边查办的，我也帮不了他。司令，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他。你听我说，他是我，他是我过命的兄弟，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就没有我，我求求你了，天虹在这儿求求你了，好吗？天虹，你起来。不，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你是不是让我给你也跪下？你听我说。我早晨才把他娘接过来，我早晨才接过来。司令，你得让他们娘俩见这最后一面吧，算我求你了。就算见不着，就算见不着，咱们也得瞒着他娘，知道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要答应我，你必须得答应我。我告诉你，司令。你答应我，下辈子给你做条狗，我都愿意，我愿意，知道吗？天虹，你跟我这么多年，你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我担心的是，你这个人太性情了。不行，我得请假。你答应我。天虹。让我陪他娘，对他尽点孝。好好啊，你起来，替他尽点孝。你起来，求求你了，天虹。
承认，你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按说，这个家我不能准，可就凭这个，我准了。谢谢你。哎呦，我跟你说啊，天虹，司令对你是真够意思的。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司令今天要跟盟军商量大事儿，据说特别重要，往枪口上装。哎，能不能借我点钱？不是，你就说要多少？哎，别欺负我。洗把脸，换身衣服啊。大娘。但他是我兄弟，往后我也跟您叫娘。哎，您知道，这丹勇啊，现在忙，他带了好多兵呢。他忙什么呀？打鬼子呀！打鬼子好，打鬼子好。您还没吃东西吧？走，咱们吃饭去。娘，我跟您说啊，在江东有三美：白菜豆腐水，最美还是鲤鱼的尾，一烧清蒸干炸。好吃极了，你说那家在哪儿啊？就在前面，听说挺好吃的，就是有点贵。不贵还不去呢，就去那家。好嘞。到了。哎，来，拿着。哎，走。咱们还是别去了。小勇能来吗？能来。他忙完了就来了，咱边吃边等他。走。太贵。没事儿。娘，您就听我的。长官，雅座请。来，请。娘，您就听我的，甭跟我客气，就当是懂的一样啊。来，您上座。娘，您坐。伙计，最拿手的菜尽管上啊，一定得有红烧鲤鱼尾。好嘞，您稍等。哎哎哎，不用不用，别这么破费，咱们好歹吃点就行了。啊，你把不把我当自己的儿子？你跟我还客气，你总得让我尽尽孝心不是？去，好，好。哎，哎，娘，不就是一个茶碗吗？您坐好了，儿子呗。啊，没事没事。说的没错，先吃啊，吃完了再拍。就是，一个碗不值什么钱，也就50块大洋吧。花钱。50块大洋，今晚呢？100块大洋。什么？100块大洋？娘，坐下。多少钱啊？我这个人耳朵有点聋，刚才没听清楚，再说一次。200块大洋。亲戚嘛，要不要再来2斤肉包子呀？伙计，伙计，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人家有话好说。Thank you.
已经出人命了，知道吗？狗日的，给我砸！司令，杨天红好像在前边呢，我下去看看。好，快点看看。是。文娟，仔细检查一下，这个你擅长。我知道了。报警。跟谁吃饭？为什么选这个酒楼？
为什么在酒楼里打架，又为什么打架打到大街上，而恰恰这个时候拦住了钱司令的车队。为什么所有人都死了，只有你一个人还活着？罗云的问话使杨天红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这里面必然隐藏着某些至关重要的秘密，而钱国栋临死前交给自己的那几张纸则有可能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他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但他清楚一旦这一切落在了罗云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走，跟我回去。参谋长，钱司令车队在声东被袭，所有人员遇难。你说什么？钱司令遇难了。参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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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好，我知道了。参谋长，刚接到通知，盟军代表和军事委员会要员被炸弹袭击，目前下落不明。怎么回事？不清楚，现场只有记者残骸，没有发现尸体。被炸？是。等等，杨副司令现在在哪儿啊？杨副司令去马家铺参加中共莽山纵队会谈了。通知他马上回城。是。确定被袭击的是谁了？通知上说，是一个洋鬼子和谁？别吞！军事委员会的林参谋。哪个林参谋？林娜。有伤亡吗？现场没有发现伤亡，可能是被当作人质给绑走了。队长，你别着急。照这么看，人肯定还活着呢。严密封锁现场和各个路口，抽调情报处的人过来参与调查，尽一切努力寻找线索和证人。是。还有，甄别昨天和今天从城里发出的全部电台讯号。是。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上报。是。
把你的人撤走，这里由宪兵队接管。凭什么？宪兵队了不起的？你不想惹麻烦的话，就带着你的人滚。行，有种你就……哎，对不起，老弟，怎么了？停！别说，队长，咱犯不着跟他生气。这小子不简单，他堂叔可是杜月笙的心腹。 协助国军刀劈北上海师长傅小安，就是他堂叔干的。他跟他堂叔在上海正经干过的大事呢，是我副连长的家将。我怕他呀。对呀，你炸弹袭击。从汽车被炸的现场看。 没有发现尸体和枪上的痕迹，很明显，对方的目的不是谋杀，而是人质。找到目击者了吗？还没有。有什么线索？也没有。传令下去，全城戒严，全力搜寻盟军代表和军事委员会要员。是。张参谋长，我得提醒你一下，在城内搜救人质是宪兵队的职责。 宪兵队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有能力能出现这种事情，啊？你知道今天被劫走了什么人吗？那是盟军代表和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纪奥参谋林娜，那是我老婆。你放心，我一定查出个水落石出。 军事委员会的林长官，他能不能给咱这个面子？行，要不我去试试。那拜托了，老哥，拜托了啊！
张参谋长，您这次来有什么指示？罗队长，我今儿来可就开门见山了，我来要人。要谁啊？杨天红。杨天恒，我真的挺佩服你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睡得着觉，你真行。哎，有没有做梦啊？哥特，我，你还真来了。行了，我来只是想告诉你，前司令遇害和盟军代表被劫持都是在同一时间。你不觉得这种巧合里边蕴藏着些什么吗？拿你的脚拇指好好的想一想，吴来。哎，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吴来。你再说十遍。我看好啊。回去你就回去。是。上到审讯室准备。是。是谁啊？笨蛋。陆队长，审杨天红，我们抓他已经够麻烦的了，再审他，将来我们会骑虎难下的。我告诉你，如果不审，那才叫骑虎难下。说不定他们向上级反映，碍于面子，找什么理由把他给放了。咱们上哪儿找证据去？如果能从他嘴里头撬出一些讯息，明白吗？哦，我明白了，快准备。是。Thank you.
等到我给你用了刑以后，你再开口。说吧。快找台阶了。抬起来。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有人往我头上扣的屎盆子。你的意思是，你被人陷害了？是一个黄包车夫把我拉到那儿的，你可以查查那个车夫，顺便查查那个酒楼是什么时候开张的，老板是谁，幕后指使人是谁。如果你不是一个新兵蛋子，你从武器上就可以分辨出来，这是日本人干的。应该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我。你最好配合点，我知道你的背景。你大哥是共产党莽山纵队的司令员，你二哥是江东城防副司令。别以为因为这个我就不敢动。我这里各类的刑具很多，你没试过，但你肯定听说过。你不就是想用用这些刑具吗？来吧。葛队长。Stop!